在19岁那年就已经有小孩了，生了两个小孩，是不是？几岁？19岁、嗯，有一男一女，是不是、嗯、？OK， 这个可能哦，超级星光大道很多人会开始注意这些选手，然后就会把过去的事情啊，可能希望多了解你们，媒体也是好奇啦。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就是有想要说这些事情会爆出来，可是就是现在爆出来，就觉得有影响到家人，很对不起。曲折的经历里，各自有所领悟。